在公交火车上看到了，我跟他握了个手，我一下就看出来了呀。然后他们就是关于量子通信卫星，然后再讨论一个国际会议，全球十个人。哎呀，我就跟庞老师聊了几句啊，感觉真的很幸运，我激动的不行，我的心还在跳哎。稍等一下，我真的是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牛的人啊！哎呀，真的很激动。然后国际上这个事儿真的挺有名的，就是我们学校那个量子通信卫星，就是外国的那些厂牌。然后现在全球十个人来开会，合影啊，有个人还拍了一点呢。物理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比如说，我推导出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工程师就是在这个定律出来之前，工程师肯定会想尽办法去想，有没有这个永动机制？因为就是说，可能只是说我还不够聪明，需要指数级的这么一个时间。那么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我还不够 smart， 我不够聪明，我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 algorithm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方道站是苏州北车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次列车是绿色环保无烟列车，车内设有烟雾报警器。为了您和今天在学校里面那个干了啥呀？没啥。那个 Yuki 是不是跟你同个班啊？他没有，而且他根本就没回来。那谁跟你同班啊？没人。Java 是呢？ Java 写不错。你不是偷看我的牌啊？Nina。你俩过来呀、啊，一起来看一下你俩。好，开始。有间八间。放屁！啊，那红桃。红桃有没有？没有。嗯。红桃。Good。嗯。